朋友们好，今天呢是国庆节，祝朋友们国庆节快乐。这几天呢，我的视频一直在分享我老公减肥成功之后的饮食。昨天我们早晨吃的汤圆，中午晚上呢也没有少吃。我老公今天早上还是掉秤一两，我越来越惊叹我们减肥食谱的神奇。减肥成功后不反弹，是减肥的最高境界。今天是国庆节，我家呢还是吃好吃的。看今天的三餐，我老公明天体重会长多少，然后通过明天的饮食看他后天体重的变化，希望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数据给朋友们参考借鉴。来吧，上今天的三餐。我跟老公的早餐，今天是国庆节，吃完饭我们上早市去买菜去。爸，今天上哪个早市啊？你不要吃羊排吗？你那个鸡蛋你就不要扔了，都坏了。我也不敢扔啊，要我就不想要，我都绿了。反正我是不吃，不好的全给你。男人们怎么能体现出来？我就顺便说了一句，你想吃啥我就尽量满足你。我们东北的秋菜，一大车一大车的，这一车是白菜，这一车是葱，土豆，这一车是土豆。看看这人都在买秋菜呢，这家买了两大捆。今天早上能吃包子吗？我发面我每回都不成功，我先烧一个40度的温水。我不行，我原来都是吃我妈蒸的，我哪会蒸包子呀？找个温暖地的，我们再做点紫薯馅的。有好的面团，你买的酸菜多少钱一袋啊？这少钱一袋，这是一斤半装的。哦，他家酸菜贵，但是好吃。这个有便宜的，便宜的那没有这好啊。对，味儿不行。酸菜剁几刀就可以了，不用剁的太碎。这么不听话呢？怎么？玉米粥，买一勺玉米放水里，给它搅拌，搅拌至没有干面，上面那层水呢倒掉，倒入高压锅内搅拌一下。行了，开始。看这大蜂窝，哦，煮好。闻着就好香啊，你闻着香了吗？闻着香，这多香啊。想吃吗？想吃。啊，这个真好啊，哈，这么装置吧，哈，对，不知道能不能装，装也装。感谢七彩叮当厂家送了一个这么高科技的，盖上看看啊，这个我还不会用呢。这些蒸我还真不会用，开始20分钟。朋友们看看啊，这个蒸锅真漂亮，质量也挺好的，太漂亮。那感谢七彩叮当厂家送我这么好的蒸锅。这蒸锅粥吃包子最好的，对，最好的，对路。朋友们好，我们一起吃中午饭。我再兑点，哎，你把那罐子打开一个，咱俩吃一个呗。嗯，我怎么感觉好像不能好吃的样子呢？上当了，不吃了，美味不可多用。啊，老公，你吃了那么多汤圆，还瘦了一两。哦，你太棒了。